继续对面吧。哦，还是我掩护你跳过去，跳不过去跳了。过去那个蜘蛛岛就好了。蜘蛛那里有一个神怪箱。蜘蛛岛好暗哦，是我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对对对，就是那里。好暗哦，为什么？明桥明亮了。这里他们那边就是这么暗，因为那边后面是黑曜那个啊。哦，好。你要跳过去哦，会凋零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有方块可以垫。好好好，你确定有石头那里有神怪砖啊。哦？那有石头吗？你过，反正先过去挖掉那个神怪砖再说嘛。好，OK。现在怪很少，快点过去。啊，我被弹超远，你被弹掉了，太远了吧！我要重走了，好远哦！换我。这一弹飞了，喂，靠你了，我来了，加油加我油！在插火把了。我 cover 你，弓箭手去死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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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硬来了。啊，刚互射，好了好了，这里解决了解决上了，去上去，我要上光去复上去。大陆了。哦，恭这喜里哦，啊，这里不是看到这个城堡没有？满满的石头，满满的石头，箭手来了，你小心，我吃点东西。满满的石头。来了，我挑那个雪上就有了嘛。好，有了，跳上来了，把这个挖掉，OK 了吗？可以的，那就好了。插火把，钥插匙火好把，暗哦，对所以我们啊，要把他们家给拆了。对，好，换一点那个砖块回来。对，我们要先回去嘛。这里好邪恶哦，我也要怪物挖掉进下来的去，声音哎，跳，我直接挖到城堡里了啦。我跳上去了，必须啊，好多人，哎呦，我挖穿喽。我也挖穿了，可是好多人哦，而且一下就打了6滴耶，会不会太扯了？哦呦，我在上面插火把了，叫啊，好痛！不是，啊，我掉到水里了，别死，好恐怖哦！别死！我没死，我没死。我把这边挖大一点，比较好下来。我现在退出来了，哦，怪物怎么都下来了？好多只哦，好多只哦，我恐们被打到怖水里哦。哦！太多了吧，太多了吧！我被射来射去，射来射去的。不开心，不开心。我现在又回来清怪了。哦，好多只哦！走开啊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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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太夸张了吧！死掉，太多了吧？我只不过上去插个火把而已，他们就俩攻了。什么？太多了吧？太扯了！为什么？我们还有没清的生怪砖吗？上面超多的啊！真假的？啊，掉下来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我在上面插完火把了，好。所以等一下清完这一波应该会少很多。好，我上，好好好好好，没问题啦，这些人载浮载沉的。我先回来这里，哎，你不要走我前没关面。系，休息一下。我的装备到底有没有用处啊？觉得有很，啦有啦有啦，没有装备你挥两刀你就死了。所以我要去楼上喽，我要去楼上了，我去楼上攻击应该比较好一点。而且这个不会损坏，很好了。对啊。一般我们样子应该已经坏了吧？对啊，应该已经被烧完了。我到楼上了，好暗哦，这里。你已经走到他们上面了。还没。我现在到各处的楼上去看一下，到底哎发生呦，什么事情了？为什么这么多怪物？天生多怪！走喽，我还在射他们呢。文熙，靠你了。看一下，上面没有啊。上面超级 peace 的啊，就是在到那个城堡那边，他们城堡就从城堡下来的啊，城堡对上啊，面有很多神怪箱啊。哎呦，干嘛跳起来？我看一下哦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掉他们的？哎，中间那个路是你挖的吗？对。哦，你挖上去了，所以我看一下哦，我先一个个把怪都射完，你那边应该比较快一点啦，我觉得，那我就从我这。你比较近一点。凋零了，凋零了，妖兽不行，走这。这也太危险了！掉很快，把你射掉了。哎，怎么有蜘蛛？太高了吧！我沉下去了。看你在哪里？你旁边应该没怪了。好，你上去之后，左边有3只哦。我这里，哦，这里都是凋零。真假都在里面哦。哦，打完了，打完了。
我回个血。你凋零复活喽，那个小心点，很多只。我应该沿着。哎，为什么都差这么多火把？他们还这么多？应该是凋零怪啊。凋零怪也会怕啊。凋零怪得死嘞。你看，我帮你吸怪，帮你吸怪了。还是差的不够多。我帮你吸超多怪了。你带他们走了。还没，还是有一些可能跟着你哦。反正我真不少了，他们都掉下去了。哦咻！我再近一点好了。我挖掉一个了。去去去！不行了，我要往下跳了。好，没关系。我已经正在我要死了路线，你要死了啊！我要死了！我往下跳来不及了。你在哪里？你死在楼上吗？被魔法杀死了。我看到你的经验值了。我死在楼下。宇宙产工，其他都是钻石系列，就是普通的。那个有没有稿子？捡到稿子？没有哎、欸。哎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稿子哎、欸，其他可以换。看一下哦、喔，你有没有看到？眼睛看到？没有哎、欸。那个只有对我弓，没有对我一根箭，我实在捡不到。你赶快起来！哦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我把这里弄得到处可以起来。会，等一下给你金那个什么金石啊？忘记叫什么名字了，没有了，没装备了，应该是消失了。没有，好不，对我至少捞到了两件，捞到两，对啊，钻石剑，对啊，宇宙长弓和那个，其他都没录用，其他都是垃圾等级的，垃圾等级的，先往前走好了。他们说什么矿脉五有超多超多东西的，我没兴趣了啦。超多钻石的，往前走了，往前走啊，要往前啊，这么拼。好啊，那 我只有风力五哎、欸，那个火把交给你插了，我现在没火把。哇，前面是伊欧伊哎，把我火把给你啊。那个对不起，我想要回去了。火把很，你真的很垃圾哎、欸。对不起，我想要回去了。真的很垃圾哎、欸，要冲也是你讲的，要退也是你讲的。哎、欸，我都死了，你都不能原谅一下死掉的人吗？啊、可以可以，我们赶快回去啊。你对死掉的人不能优待一点吗？哎呦！你跑去哪了？你要死了吗？没有，你这里没有电哦、喔。对啊，我电一下啊。人家很讨厌啊。喂，哦，我过来了。是哦。那我先去哦，我先去换装备。五颗。把这铺好铺满。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就这样。好，走了。其他的留在包包里。我们要继续推进喽。对啊，好啊。可是我没有方块，我想拿一些方块。拿。先把一些铁剑拿走齁，红色泥土块64个，走哦 go 把一些剑拿走。哎、欸、甘草牧场，走咯。那个要按了没？等我一下下，要多久？再一下下就好了。好怀念哦，要多久？再我要拿方块啦。64个，好啦，可以了，走吧。好，结果按下去只有我自己。哇，有了，走吧，走我们开通的道路，崭新的道路，应该很轻松吧？应该轻松碾压吧？轻松可以走到那吧？对啊，走吧，血回满了，我死200次刚刚好哎、欸，嗯，哎，185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个这里完全跳不上去啊，好，跳上去了，我要走地下了。走上面多好、啊，不行，哦好，上面你不走，哎、欸，我们地下也清得这么干净，我都可以直接跳过来了，我在正门口等你。好啦，很厉害啦，射你，哎、欸，会射到，真的会射到，没有，故意弄很远，真的会射到，不要冲动，走吧，前面有伊欧伊啊，你把它射掉啊，这种垃圾角色，会射到你啊，哦，哇、欸。滚出我的大厅！被骗了！这里不欢迎你！我什么东西？垃圾耶、欸！哎、欸，凋零怪耶、欸！我靠哎、欸！什么东西？还是要人去？你 cover 我，我去挖。我可以射到他，不过他等一下会弓箭防御。好痛！啊，好痛，好痛！射掉是啥？死掉了没？还没。为什么？他满血了。他吃方块会补血。哦，那得给他把方块敲完哎，要很久哎，真是的。你站好啊，1、2、3，好，不知道干嘛的，可是就先要水哦。他过来了，
拿刀挥他。拉七怪、欸，拉七怪、欸，他一只死了，一只死了。哦，他到底有几只？他是小凋零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其实没有很强，我们的工具很强。一只又死了，直接杀，直接杀。哇，这里烧成这样，直接杀，直接杀。哪里还有？先挖掉。因为有两个，挖掉了，挖掉了。Over。剩一个，哦、剩一个，好，结束了。哦，很小的、啊，吓死我了！哇，一般的凋零啊，吓死了！我拿了两个星界地狱之心了。哦，欸，我四个，这个要干嘛、啊？我不晓得要干嘛。可以换 OP 弓啊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前面还有什么？应该又有一个另外一个陷阱吧？我们不要冲那个。欸，不对，它是一个，嗯，好多按钮，要打王了吧？你身先士卒啊！而且刚刚哎，又是怜悯的提示了。刚 boss 有讲话、欸，我们都没有念。boss 就是说滚出去啊！滚出我的大厅！哦，先按困难嘛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哦，吓死我了。boss 设置成困难，我们要直接飞走、欸。哎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然后我们来看最左边的吧，应该从左边开始看吧。好啊。啊，强烈建议穿上全套的宇宙护甲，务必使用宇宙弓一件，或是比那更好的武器来战斗，就像我的剑，哎、欸，不见了啊！同样的啊，有燃烧效果的武器很糟糕，因为那会让 BOSS 频繁的移动。带一些不死克星的武器来对付 BOSS 召唤的小怪会很实用。如果你有，你可以用星界精华山药水。如果你的护甲或是武器中还有损坏的，记得确认一下啊。我们都已经宇宙的都不会损坏了。怜悯的 BOSS 提示啊 ，Excel 与第一次战斗时十分类似，但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。这次呢，他会召唤凋零骷髅，而不是兔子。哎呦，差很多哎、欸！战斗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他不会让场地起火，还有更高的几率瞬移到另外一名玩家身上。他会不时的进入数秒钟的狂怒状态，这个时候他可以造成很高的近身伤害以及击退效果。Variant 不会等你强力三的加成效果哎、欸。哎呦，他是不时会逮你哎，他会逮你哎，强力三哎，所以我们要用弓箭射他的意思哎。哦，哎，下一位，当你获得强力三加成效果时，请务必把握机会攻击 BOSS。凋零骷髅一旦出现，就要立即杀死。你不喜欢 BOSS 紧迫盯着他，哎，对不对？强迫你盯着他的时候，身旁有凋零骷髅在看戏的。需要回复宝石度时，你可以用箭射 BOSS， 迫使他瞬间回避，这样你就可以安心的吃东西。记得使用给你的三瓶治疗药水，在跳跃落下期间用近身攻击打中怪物的话，可以造成彗星一击。不同于通常的三瓶，你这次会拿到五瓶的治疗药水。BOSS 会从浆里召唤出强力将士出来啊！每隔一段时间呢，他就会随机召唤一波火球。每次使用他这个能力的时候，火球的数量就会增加，并且伤害也会大幅的提升。BOSS 每过15秒就有几率瞬移到另外一名玩家身上，这前面有讲过。如果战斗持续太久，你会直接吸条条，每隔一段时间之后进入10秒的狂怒状态，这前面有讲过。你会直接吸条条，升速度啊，强力的近身伤害以及击退效果。最后一个给你念，不想念了。还有你按啊，那个需要回复宝石度时，这不是念过了吗？对啊，为什么还是要避免 blablabla？用攻射他，当僵尸登陆平台要立刻杀死他，他们的攻击数非常高，开头的两波火球一般来说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，但最后两波火球就是致命的了，设法要闪开，火球击中务必用剑防御，可以抵掉一半的伤害。好，那个对，方块不需要了，不掉啊，垃圾，垃圾，垃圾。我身上有两瓶英勇药水啦，可以喷一下。四十滴用一下，好，我先准备一瓶啊。那个照上一次的打法，就是我去打王，王会追着我跑，然后你再去打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是哦，对，没错。然后我去清凋零骷髅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没错没错。好，就这样，我们要走喽。走吧走吧，要开门了。侦测玩家数两人。哎呦，你在哪儿？要开始了，你念你念 ，Excel 是时候了，别躲藏了，别再跑了。你所犯下的罪行以及挑起的战争是违反人性的。不是说五瓶吗？怎么只有三瓶？对呀、啊，骗我们，骗我们。念的念的，快念的。哎呦，就让这一切结束吧，不要再有战争，不要再有混乱。
你得到为你所作所为付出代价，受到惩罚。我的所作所为，不，是你们四位挑起的一切的事端，是你们四位让Vako 和我的朋友背叛我，是你们四位，我不是很想念。逼我到这今天的这个地步，音量调低15%。揍他，揍他，揍他，揍他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趁现在吗？揍他！好了，我揍到了。对对对对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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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会追着我跑，你拼命打他嘛！打去角，打去角落，打去角落。哎，太快了吧！太快了吧！这传送太快了吧！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中间还有一个石柱哎、欸！哦，会爆炸哎、欸！会爆炸哎、欸！他又来追了，他又来追了！旁边有凋零骷髅，有凋零怪，凋零怪要打掉啊！先打凋零怪！我在跑得怪物追，打凋零怪，打凋零怪！你打王啊，你打王啊！好、哦，凋零怪我杀掉了，打王打王打王！哦，我要躲到角落。胸中的业火不可。火焰应该要掉下来了吧？容我压制他！哎、欸，现在快打！现在好像有加、啊、加那个，好，我把力量插入你！有！揍他！揍他！揍他！我都追不到他、啊！65了，是蛮快的、欸。喂！哎呦！哎呦！又来了！又来了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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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继续逃跑！揍他！揍他！揍他！我就负责逃跑，你就负责打嘛！没错没错没错、哦！好轻松哦，子谦加油啊！他瞬移了，他瞬移了。大家去角落休息。哎、欸，43了！好快哦，我们好强哦！自空虚而出，化为骨骸重生吧！凋零又来了，打凋零！那我拼命跑，好，我拼命跑，你打。会，我、哦哦哦、好打完了。所以我就是负责绕跑，你负责打王，就是被打的。哎、欸，其实这样也不错、啊。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右手好酸，还在这。哎、欸，后面有凋零，跟你。喂，好多次、哦。哎、欸，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。你打，我跑。好 ，OK。Over。哦，哦，健康打完。吃肉。肉，我也要吃。吃肉，揍他。我揍他，不用啊，他现在一直都追我啊。伊塞尔，胸中的业火，你要死了，剩11滴了，对，继续打，剩8滴啦，耶、yeah, ，赢了，哇，太快了吧，谢谢，你令我别无所责，这颗珍珠必须破坏，伊塞尔助手 ，Galina， 哎、欸，不是，我在讲什么 ？Galina 三小，真的很像哎、欸，要看动画了吗？保护我的领域，滚出我的领域！哦，动画，看动画，不见了。还有啊，第二波吗？刚都假的。哎、欸，这要怎么走过去？没有啦，动画而已啦。哎、欸，还有哎、欸，还有剛接下来你不是我的朋友。哦，还有第二站了，我们刚没有看清楚。四神哦，去打，交给你了。好。我怎么打不到？哎呦呦！我跑！旁边会掉下去吗？我有点紧张哎。可以站，可以站，放心。这个地方正逐渐不稳定，哇，在摇晃了。没关系，把他打死就好了。我正在绕跑，你有看到吗？我沿着这里慢慢的转圈圈。对，我会打到你。有怪物进来了，杀死小怪。那个很凶，他们说那个很痛。对，要先把他打掉。虚空僵尸。哎、欸，真的，痛！哦，5瓶药水是指这个哦，现在有5瓶了。对，快先跑一下，找不到他，在你后面。77了。好，我还在跑。好吧，跑得好。那个打到真的很痛哎，超痛的，小心点。哦，好痛！我要随时拿着药水，有没有 ？OK。快要死了，水要喷一下。我是来打 BOSS 还来逃难的，容我一同跳入虚空吧！我才不要！快点了，52了，一半了！十二不见了！啊有啊，我差点被打出去！别下去！你别死，我在追他！有，不会死！我喷了一罐药水了！把他打掉！我从头到尾只拿着药水罐。可以！好笑哦！
哎，康明，康明要去追你哦，去追你哦。39万，可以的。快打快，这个战法 OK 的。虚空僵尸，虚空僵尸比较危险。我去打虚空僵尸，我在打，我在打。哎，虚空僵尸好痛哦。没了吧，没了吧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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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不要被打下去哦，小心一点。会，我在跑了，我在跑了。药水快喝完了。碰到他身上哦。我没有碰到他身上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喂喂。你会死掉吗？哦、你还剩几个药水？不会，我现在还剩一罐，不过我血还蛮多的。我们重修就好，忘记这些战争与混乱吧。你看我还有时间念这些字。我是快死掉的人才会讲的话。我可以偶尔帮你补两刀啦，可是我一怕挥剑就挥到你。不要把我打飞就好。好了好啊，来啊来啊，你来啊，一起堕入虚空吧。剩9滴了，攻击要变大喽。你就往上挥就好了。我补了两刀，要赢了，恭喜胜利！我明白我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发动战争的，我只是厌倦了身为中介使者一族不平的对待。也许现在开始，我们都能获得平静。点点点点点，我们打赢了，打赢了，有点快，好像就这样吗？好像怪怪的。结束了吗？结束了吗？结束了吗？如果你没有触发 BOSS 战，可以再打一次。那方块来了。他拿出了方块给我们。两边都有、哦，两边都是黑色的。对啊，开始播放致谢名单，先确定你拿了羊毛。赞助说明书，哎，哇，还有赞助，哎，虚空恶魔，问号问号问号，感谢你支持我的作品。制作续作的资金缺乏的话，我没有办法投入这么长的时间。哦哦哦！期待下个作品的问世。他是说有二代的意思啊？对啊，现在已经有到已经到 beta 了，而且他刚才留一个伏笔，说什么虚空恶魔，哇哈哈哈哈这样子。你确定拿走羊毛了吗？按下去。有，哎呦，拿走了，哎、欸，结束嘞、欸，哎、欸，打完嘞、欸，哎呦，这一开始的地方嘛，哎、欸，没了，他会。一直让你看一下这附近哦，这里花了一年多制作哦，全部花了一年多制作。哇、wow, 哦，我们破关了耶！对啊，哎、欸，他一点就开始做了，好屌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，真的。然后他耽搁了好几次，然后中途有退出一段时间，然后回来做。哦，哎、欸，做这个真的蛮累的，超累的啊！而且我觉得做得很棒，又不是正职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哎、欸，其实。从很远的地方来看的话，地图是真的很多巧思。你看，对啊，哇，你看到处都是我们破关的痕迹，破坏的痕迹，破坏的痕迹，那就是我们的龙嘛，一开始冰龙嘛。哦，它旁边那个是翅膀，是不是？还是只是云？我不晓得。到处都有我们擦过火把的痕迹。对啊。哦，这里是哪里？忘记了。地下水道吧。哦，地下水道啊。哦，我们直接走这个有没有？走天路过来。我好像没有要破这关的意思哦。直接走天路，就是这个有一座小岛，我们没有去。走出来，月之岛没有去。没有去吗？我们这个是过去就是尼拉顿啊。哦，这个小岛我们好像没有太深太 care 那个岛。对啊，吃点东西。哇，尼拉顿，尼拉顿陪伴着我们度过了。几个小时，很多很久，很多个几个小时的尼拉顿，曾经我们依靠着他，现在都不过去了，现在已经不屑了。嗯，不知道干嘛。这是我们，你看这里多明亮，找回我们道具的图书馆。哎、欸，不敢想象要怎么制作地图。哦，他应该是有用什么一些程式啦。对啊，这一定这个一定要用的啊。对啊，你用放在一个碟，没有办法。哦，这个是我们曾经死很大的一个垃圾地方。这里一直被观众骂啊，就说你为什么不用水？我用水啊，为什么不用水？你是白痴哦！我也忘记怎么破的嘞，我好像死了很多装备了。这里死了才多次吧？对啊，少了很多装备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哦，战争的地方嘛？对啊，光那个船 bug 我们就不晓得遇几次了。真的很火啊，这张图很火。哦，这张是杜鱼，对，靠背杜鱼，然后
楼上那个房间还被烧掉了，我去看一下。烧焦的房间。你看，全烧光了，烧光的，超可怜的，被我们当成据点，凌虐成这样子。这是有监牢的那个地方，遇到你被关到监牢里，对对对，遇到没有？我记得在前面，你还要自己垫出来。我记得在前面的地方，这里有块木头，就你自己垫出来的。是哎、欸，下面也是啊，我把它破坏掉的痕迹。太好笑了啊！越近了，有记忆点了。彩虹。这个天岛神功嘛，天岛神功嘛，天岛神功、啊、哦，原来上面是通的、啊，然后乌云，没问题啦，这是快到了，这是哪里啊？忘记了，这是地下啊，就是那个传送世界哦，多重世界，多重世界要打 boss， 第一次打 boss， 那个 Isail， 那个刚刚我们打死 Isail 的战法就是从这边，对对对对对，对。经过上一次的洗礼，哎、欸，以前都是这样打的、啊，我们很聪明的、啊。我们现在已经变聪明了，是有脑袋的时空组啊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最后那个吧？哦，可以拿东西耶，青金石，小蓝的蓝水桶不能拿啦，可是可以看。我们没有帮助你对抗，不要被打方了。我们没有被去，我们没有去过这哎。对啊，这里是哪里？这是别的地方吧？哎呦，有一个点我们没有去哦。最后这个地方啦，拿好你的黄，拿好你的羊毛。拿好你的羊毛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啊哎哎、欸，结果在这，那么下个作品之前再会了，所以我们要去放上最后的羊毛，结束了，宣示你的胜利吧。哦，可是我们现在要怎么出去啊？我们可以按吗？纪念碑、那個，按按看，哎、欸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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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啊！哇，有点远，冲啊！会。超过纸片了，比速度没有，那只是延迟而已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加速了？我加速了。为什么？我放上了，因为我有在奔跑啊。什么？我有在跑啊？还是我？哦，我以为我有在奔跑。好吧，那我过关了。后面这两个就算了。后面这三个我们到处都有啊。对啊，还要放吗？不用吧。没有啊，我没有铁砖啊，还要挖。有啊，有啊，我马上拿出来给你。好啊。哎、欸，有了吗？你身上有钻石吗？放！哎、欸，前面两个给你用，我放！噔噔！恭喜获胜！哇哦， wow, 你全破了，大地回归、哦！派对，这个是什么？制作？哎、欸，袭击？混乱！我看一下，先按派对。哟，哇哦！袭击会全死吗？哇、哦，放烟火嘞！哇、哦，好累个哦！大家都在跳哎、欸，派对来宾哎、欸，可以杀哎、欸，可以杀哎、欸欸！这三个是那个哎、欸，这几个是那个哎、欸，仙人哎、欸欸，那我们解救那些人哎、欸，真的呢，被我杀掉了，被你杀掉了，何必嘞？袭击？袭击是什么啊？不晓得哎、欸，我按了袭击了，我看到一个很大的东西出现了、啊，那个感觉有点要攻击我们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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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有没有觉得大家都拿剑了？对啊，怪怪的，很莫名其妙哎、欸，怪怪的。那我们是混乱，混乱了。你最后可能会想要这个。来，赶快按，赶快按。混乱。哇哦！五等复仇之血。哇，那个巨人好可怜哦。他被打到天边了。太可怜了呗。太好笑了。哇，有杀人兔哎、欸。好远哦。好远，他被带好远了。好了，我们派对就到这边结束了。谢谢大家，以后再见喽。愿意来的收看，真的长期收看。对，拜拜喽。拜。